加拿大推出了一种女性机器人，打破常规设计，让机器人能模拟女人生孩子。这种女性机器人的体内装有大大小小的零部件和各式传感器，能够模拟人类分娩的整个过程。这款女机器人的肌肤和真人极度相似，采用了最先进的硅胶技术。除了能够模仿孕妇分娩的整个过程，还可以模仿产妇在难产过程中的一些手术现象。而且女性生孩子的时候本身的危险性也是比较大的，所以有了这种机器人的模仿，在整个操作过程中出现的意外率也会大大降低。不过机器人还无法真的怀孕，目前只能做到模仿人类的生育过程。或许有一天生物科学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到某个阶段，我们就能真的看到机器人孩子了。